forces are under attack.没有偶像的解说，我最喜欢那个精彩的比赛，不管双方谁，只要打出精彩的比赛就好，或者是说有别具一格的方式，非常规的打法，花哨的操作，都是我们那个观众的福音。确实四平八稳的比赛看多了，总是希望能多一点调味品。射手你一定要顶住，你别烧了半天被轿子推出门一巴掌拍死，这样会笑可能会笑话你。这个 BG 应该是前期的 BG 吧，可能这个之前双方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各种博弈，我们教主还是一个应该是至少是个小亏的局面。射手应该两翼齐飞，应该是已经有了。正在不断的跟教主换兵，但是正面目前为止还是打不过教主。好，我们看这个11点半的矿也开采了，12点，那就说明我们这收收估计这矿都连成片了，1、2、3、4、5、6、7，至少有7矿吧。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PVT， 正面一旦打不过就会掉1到2矿，看这样子我们射手是要掉3矿的节奏。好，射手选择了一个换家，如果是这个时候，因为右下还是一片黑暗，如果说我们射手在这右下又把矿偷出来，而我们教主的话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分兵的各种打击的，只能说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这样我们射手就有足够的迂回的时间，同时因为限制了教主的经济，然后没准能把我们教主慢慢的耗死，也很有可能。好，今天晚上射手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也很不错。教主想法跟我一样，也是撒了一心，如果是发现右下也还在正常的运作，而且还有很多秘密的话，教主一心会凉了一大截。因为教主现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很忌讳分兵的，如果你分兵被神族分别的吃掉，或者是说打出一个这个战损比非常低的一种消耗的话，教主其实是亏的，因为本身他现在主矿二矿也差不多了，但是四矿又被我还没注意，但是基地被打掉没有，反正也被烧了是吗？所以说这种打法的话，他是存的非很多钱，这个还在换，这种好闪电加了段米，里面这个对于那种密集型的人加了米的密集型的，它是非常大的效果。你看到侧翼又过来了半队杀，那这半队应该是从自己主家方向，那这一波换兵这个大家都懂的。因为这种战损比不是很高的交换，那个在这个局部来说神族肯定是赚的，有的那种虽然是勉强打下来，但是神族的那个消耗非常大的话还很难的说，就是那个战损比非常高。一个引刀，精髓的引刀，但是瞬间引雷把那个轿子在那个路口的那个好像是2到3个坦克还有雷车一下子搞没了，教主我感觉他那好像也愣了一下，心想这是啥了，我们又没有看到是什么东，但是教主又没有闪雷达，所以就成那个遗憾了。不过在你们的画面里面可能看得清楚，
看的教主也把那个九点钟的风矿开出来了。所以现在支持教主的暴兵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教主还是迫切的需要打击那个对手那个支援点。神族是不怕这样耗的，教主在局部又打，如果射手这个地方顶不住，又要掉矿。他这个11:30的没有开出来，12:00的没有开出来。这个基地打高地，这个不划算的。射手有几个龙骑在那里，又回去刷兵去。又出来好多的查塔，对多的查塔又冲过来了，我们继续交换啊，也是这个后排的团队刚好结束了。瘦瘦没，刚才并没有开这个左下的那个风矿以及那个11:30的风矿啊，只开了这个12:00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瘦瘦刚才只是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存款在跟我们教主消耗。其实刚才教主打掉了那个左下之后，如果射手早一点下去开起来，其实还能踩一会儿。教主在那个3:00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兵放在那个地方，我这边看得不清楚，不知道射手那个3:00开出来没有。教主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阵面给了我们瘦瘦足够的压力。我靠，瘦瘦这个时候还怎么玩御史机啊？后来看了资源点的情况就很想让我们玩教主。你瘦瘦之前有多少存款？教主这个推进还是非常的科学，他推进不盲目，有时候推一下，他可以先缓一缓，先架一下。但是他并不是说那种有一些那种推进比较慢的选手，管理三家是没有风险的，推动两步加一下，推两步加一下。他教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就是一个安排。我们射手在战斗就进入了大后期了，还在御史级烧。哇，这一把冰冻也是好实施啊！你看这一团要是。要是有一把闪电，两把闪电垫在这个坦克堆里面都接，比吃油焖大虾还爽。教主好像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闪雷达给右下，但我们瘦瘦会不会见缝插针把它拆出来？哇！瘦瘦这估计也是差不多是弹尽粮绝的节奏。教主刚才长舒了一口气，表示这一把打得好累啊！哇！我们瘦瘦这一把也打得非常的霸气，各种运输机的骚扰。关键是最后教主要出门的那一波很搞笑，出门的那一波是直接传到你的二框了，哇，就跟你的面对面来一波，哇，也是非常有意思。홍야님스티커100개감사합니다。哇，이겼다。
타자 영화 이기고 이제 우리. 예, 이기고 자야죠. 저 분들 200人口人族200人口无敌论。我来，我来，皮杰，我来接。这个理念。耶。哇，领悟的非常的深刻。大家那个闲暇的时间可以刷一波鲜花。我靠，好热闹啊！我猪。小胖，这个欧什么什么，这个是宝儿吗？啊，不是。这一把没看清楚，还是跟射手打吧。Not enough minerals. SCP, good to go, sir. Not enough minerals. I read you. I read you. Report for duty. Not enough minerals. Not enough minerals. Not yes, enough sir? minerals. Yes, sir. Roger that. Report for duty. Not enough minerals. Not enough minerals. I read you.SCP, good to go, sir. Order's captain. Yes, sir. I read you. Yes, sir. Report for duty. SCP, good to go, sir.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Yes, sir. Affirmative. Report for duty. Yes, sir. I read you. Report for duty. 地图好像是赛点。Report for duty. Order's received.Right away, sir. Report for duty. Report for duty. Affirmative. Affirmative. Order received. Report for duty. Roger that. Affirmative. Orders received. Not enough minerals. Orders, Captain. Not enough minerals. Orders received. I read you. SCP, good to go, sir.我们 Sky 表示这一把要放一个大招。Yes, sir. SCP, good to go, sir. Orders received. 这个点还有这么多兄弟，这是都是准备看欧冠的节奏吗？Sky 是 P。SCP, good to go, sir. Orders, Captain. Yes, sir. Report for duty. Not enough minerals. Orders received. Orders, Captain. You want a piece of me, boy? Yes, sir. Report for duty. Report for duty. Report for duty. Not enough minerals. Orders, Captain.你还在？你是一直在看，还是刚刚去打了一下野，然后又回来了？哦，谁打得好？我这个跟星际一样，我也不是谁的球迷，我就希望打出精彩的比赛。当然，有时候。偶尔在某一场比赛里面，某个过程里面也会有一些倾向性，或者是期望。哎，比如说希望谁打得好一点呢，谁进个球啊啥的。但是整体上来说，不是没有说是觉得哪个队的球迷。虽然我看球好多年，玩球也好多年，踢球就不能算好多年。因为来深圳之后，就我们老乡的球队，我偶尔去打打酱油，
跑个五分钟，跑个五分钟就跑不动了。我是九，我想想，九几年？98年。感谢放飞我的微笑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感谢放飞我的微笑打赏的十个炸酱面啊！晚上的时候看到这个打赏，确实人都显得精神一些。本身有时候时间长了，一个人不停地说，几个小时之后就把人给说嗲了，或者是说应该说是激情会减退一些，然后注意力也会不集中了。不过年纪大了也没办法。我说我98年看的球。哎，缘分呢、啊？我看球是被罗纳尔多，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嘛，所以还是懂一些看球的。第一场巴西对苏格兰，我被罗纳尔多征服了。虽然他没有那场比赛没有进球，但是他有几个过人和传球。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看足球，因为我对篮球那个比较研究的比较深入一点嘛，所以我看到罗纳尔多那过人和传球，我当时都不知道罗纳尔多是谁呀、啊，我当时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只看到这个人太牛了。然后第二天，那天好像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吧，然后第二天就是去跟我们同学讨论，然后就慢慢的接触足球就越来越多了。哦，感谢灰太狼打赏了十个炸酱面，差一点这屏幕刷过去就错过了。其实有些朋友说，哎，说我太客气了。其实你如果站在打赏的朋友的角度，我先不说站在我内心真实的感谢这个角度，你站在打赏的朋友的角度，你就不会这么想。所以我们还是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一点。虽然有时候那几句话可能占用了一下解说的时间。可惜罗纳尔多的那些世纪进球都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罗纳尔多的进球的话可以说是人类一种体制的一种某些方面的一种完美嘛，因为比如说梅西他可以把一个人的什么速度爆发力技巧演绎得到了极致，但是你看罗纳尔多他是把一个人的速度、力量、技巧三方面都展现成完美，尤其那个世纪进球。梅西的脚有的有点像那个篮球运动员的那个手一样，好快的在禁区里面左摆右摆。这什么情况？这运输机是里面有货没有？刚才是有货的，但是我看那个直播间去了，还没注意到。教主这边还是稳稳的开矿，玩了一下骚扰，
Sky 那边就相当于打得骚一点，或者说主动一点。我有个朋友每天都踢两场球，但是他看篮球的频率比看足球不知道高多少倍，因为足球有时候还是很枯燥的，而且他对篮他的足球踢得非常好，也是我们球队的核心，而且每周两场球，几乎是他没有特殊情况，他一年每就是除了过春节的时候放假那一两个星期，每周两场球都不缺，但是他看篮球远远超过看足球，因为足球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当然你硬要说什么看不懂什么，或者是说不懂得品味啊，那个就有点扯远了。篮球它毕竟频率快嘛，进球多嘛，就好像我们就从新那个女观众的角度来说，就蛋轩有一句经典，那个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不是镜头对着各种美女嘛，然后蛋轩说了一句，我们你在镜头里面时不时看到画面切到这个美女，切到那个美女，其实上你环顾四周，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全女的。你看我们教主这个为首盾把自己三矿几乎堵得自己都出不来，看我们 Sky 是不是打了一个乱矿流啊，一边跟你换兵，虽然这个战损比非常的不理想，教主雷车出门了，然后这个 Sky 的这个四矿就选了，上了一波叉叉，纯叉叉硬刚纯雷车，哎我靠，这都不拉一下了，好 Sky我承认你很霸气，两三四五六七遇到一大教主两个 EA 就是妈，我估计教主两攻一防都不准备出门，恨不得三攻两防出门。
Additional supply depots required.过了二十秒之后，他缓过来，但是我们教主的坦克已经加强。好，我们看教主的操作，有非常有意思的操作，操作坦克，把那个闪电兵给灭。我先去把电视和机顶盒打开。闪电就是要集中，当神那个兵力比较集中的时候放出来，哪怕是拿一队兵做肉盾，放出三四把闪电，很爽。수고하셨습니다아힘들었다我们 Sky 差点寄出来了麻猫脸。두판다아너무불렸네98年罗纳尔多是主力，94年的时候把罗纳尔多带去了，没上场。02年大家就都懂。아빡셌다영아네탈했어우리보면서네정확했다와고래잡이님500개감사합니다스폰아힘들었다진짜뭐야고맙다저도별작용없습니다스카이这一把烧的都还没有영호쏴주세요还没有아무슨좀아빨리쏴서그저쏴주세요그럼아저아저기요저기요아그래서너안받으면그럼저쏴주세요그럼最经典的뭐했다고烧了一辈子然后被一巴掌拍死형뭐했어요지금家主推出门的第一波就对手就打出了영호야고생했어내일또스폰가자巴掌拍死고생했어고생했어자여러분들오지게합시다나자러가야겠다네둘다빨리자러가세요자러가내일뵙죠다들다들안녕히주무시고요간만에클라스좀돌아온것같은데요진짜불리한거역전되는게感谢领头羊打赏520个萌，感觉自己萌萌哒。哇！感谢领头羊兄打赏的520个萌，非常感谢。在这么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收到我们领头羊哥这么阔绰的出手，哎，我跟大家说个好玩的。哇，当然这绝对不是勾引你们打赏之类的。힘들었다如果晚上귀찮아즐겨찾기여러분들빡세게눌러주세요比如说上了那个好、先感谢一下龙妹儿打赏的北非之狐打赏了两个龙蛋，如果你是在晚上过了十二点之后打赏的话，那么你在第二天晚上的比高潮比赛之前等我说打赏的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那个日贡献榜上面。不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小猪喜欢这么玩吗？就是掐着那个十二点的 timing 然后来玩一波。
오늘 방송 其实就算是不看球的话，我也确实有点顶不住了，真的。然后你们想，我十点多钟上来，然后到了现在，这是几个小时？我十点，十二，就至少四个小时了。头羊打赏十个萌，感觉自己哦，感谢那个领头羊又打赏了十个萌。啊，我们教主主要看的应该 Sky 那场没什么可看的，他这个应该还是主要是看跟禽兽打的那一场。哇，근데재욱형이센터게이트할줄이야센터게이트여가지고일단불리했어요거기다가대각이어가지고센터게이트인데게이트더블아果然他们前期有一些博弈마탱이禽兽在中间造了个地基괜히치즈를난치즈를안가고그냥운영해야겠어요치즈를씨그러니까봐教主这农民拉来拉去还是有点伤的啊，因为这个中间的 BG 那个第一个插上来的时间比较早。我靠，果然呐、啊，教主是霸气啊！你把我爆死，我直接放下去。这，把我们射出了二矿的，哦，你看双，哎，这场比赛没有看，真是太可惜了。双方前期，你骚扰我，我骚扰你。然后我们射手又直接搞了一波，는비슷했어요제가볼때는你虽然把我的재욱형的속옷셔츠를뽑은줄알고来骚扰你여기서당황한거지잖아然后各种运输끝까지는할만해요제가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的근데이거예요各种阿比特이거예요所以주인공이다잡혀요이거인구스타일너무많이걸었네感谢莫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方。제가믿을건업그레이드빠른거노하나感谢默默打赏的十个，炸酱面，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你。我觉得叫一个莫有点怪，感谢莫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方。感谢莫打赏十个萌，感觉自己萌萌哒。재욱이형이렇게하니까진짜까다롭네요스타일변화요我只能一并说了。感谢默默打赏的，感觉自己各种十个。感谢默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方。또이거휘둘려가지고계속휘둘려가지고哎，那个彩彩也是做什么？杨志那叫什么？土豪出手就是大方。感谢莫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方。好吧，我们的默默土豪已经把那个，感谢莫打赏，土豪出手就是大方。其他的东西哦，여기리코에서엄청손에뭔가이득보는것같은데왜내가손에인구수가130남았어요感谢莫打赏十个萌，感觉自己萌萌哒。재욱이언제든지오세요저는언제든지가능합니다재욱이형感谢莫打赏。제가가도되고요안그래도윤종이지금집에있어요집에이제곧와요여기서근데3위업인지제가볼때는생각3위업이진짜사기였던것같아요여기서제3위업압도일이죠압도로3위업때문에이게거의총통으로싸우는其实탱크가아마세부대정도됐어요제가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种从여기서도엄청싸움잘돼요탱크로들어갔던最前期就双方各种斗殴各种博弈前期中期后期两个人不断的在打，不断的在就不停的在打。그래서동시세마째까면서여기지켰잖아요그리고여기돌린게컸어요이제이겼죠这场比赛如果是在黄金时间，让我们小猪来解说，然后小猪又来点激情的话，那观众朋友们
아니 하이판 띵. 아? 에? 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也是长期那个晚上比很晚休息。啊，好了，感谢我们那个默默兄，终于把那个屏幕交给了我们。일단공부생각해야되는데저방상화부예돈여유있을때其实最近他们像有些其他的我们解说的朋友啊，对我进行各种调侃，什么各种顶的。차형님열개로팽가해其实就整体上说我人气是提高了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午夜场的朋友们的支持啊！아나도배고파죽겠네非常的感谢大家。其实我解说，我就是云东一，就客观的评价一点的话，就是顶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吧。这个我不是说自己妄自菲薄啊，事实也是这样。걔정신못차려옆에와서멘탈깨트려주陪大家热闹一下，有个人说说话，不至于让大家在晚上看比赛那么枯燥。啊你们全都是夜猫子。저트잖아너못나오게만해줘내가프로브육링싸움에프로브하나보내줄테니까나한테못세게만해줄수있어링제가성금받고달릴수도있거든누구야이거12시나원질들어갈게내가그게나을것같아누구야이새끼더듬새끼네더듬이새끼일질보내서가진다음에感谢大家的陪伴회담한번해보자我的声音都有有一点点小了确实是顶不住了不对내안보낸다프로브서치안간다야이러면이겼다这确实因为大家也比较支持我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去看球什么之类的我确实是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因为如果你一次解说的时间就非常长的话你会在一个短时间内丧失对心机的那个乐趣也丧失解说的乐趣和兴趣就完全没有什么激情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缓一缓吧反正以后我大家在一起的日子还比较多바로링그링패기좀我就先我估计看个最多看个半场球就要休息了아트에먼저지으라지을거잖아너아닌가아니지뭔미친소리하고있어이새끼아니어떤링만하면돼링만我平时플레이스따죠전진해서像高峰期的时候就是晚上黄金档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像小柱啊以小柱为核心的他们几个主力解说上来给大家解说一下然后没有人呢我就上来顶一顶因为毕竟在黄金时间的话就是比如说有像我们小猪这样的话这个气氛会更好一点然后小猪解说也比较有激情包括921啊这样的话对那个观众的情绪的带动会更好一点像我这上来就四平八稳的说的话跟那个时间也不是很氛围不搭嘎不是很搭当然跟小猪两个人配合还是可以的
但我一般也是就是没有人来解说我就顶上来，或者是说有解说就是在那个解说的时间，他是如果是来的比较早时间比较长了，他表现出比较累啊，或者是说像有一天五幺八啦，听得有气无力的在那里读书一样，然后我就上来跟着两个人调侃一下，把这个气氛带动一下。괜찮아 본체 지으라고요? 어 무슨 끈으로? 어 안 밀리나 나? 이거 口口 이즈 叫我 大师 그치 他 이즈 以为我是 大师 我是 真的 不是 大师 好了 大家 如果 还有 精力 的 可以 继续 观看 我们 상디 F4 的 这个 群挑 他们 还是 상디 对于 这个 尤其是 像 这个 群挑 2v2 的 理解 啊还是非常厉害的，理解非常的深。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吧。确实也肚子也饿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次再聚。好，谢谢大家。뒤에투드라너한테가고있거든포션만좀넓게잘잡아봐아드론한번째도되나안되나안돼안돼절대안돼드론7개로3회돌려요그냥어아니그냥막거기맞기만하면내가이겨줄게어저뭐야드론도끼다들어가고있어아좋겠다너무많은데아가봐아직증거아니다아벌써나한테와달려달렸다진거아니야진거아니야이거오버로도옮겨위치옮겨어디로옮기라고센터어그럼내가지는데어떻게든막아봐 헬프하고있어드론피해만입지마봐안되나아스발아내가그냥보면서그냥똑같은브리지탈걸그랬네아나나나진짜생각이너무아니독상탈거하지만본지가용기사의미없어원닝차인데원닝차그냥이대를좀여기탔어야됐어아너무아깝다이거아내가드라를너한테네그냥세마리를보내주고여기다가파일런게이트를했어야됐다이거는이거내가잘못한거야아링차이가많이심하네선투회때그거야링차이가 한부대정도나는것같던데네나도드론하나도안찍고그냥찍었는데그러니까빌드가너무우리가빌드가먹혔다이거는찍을까형님어나가자진짜너무아깝네요아잘했어한판져줘야지매너매너그냥저글링빌드차이지뭐고생했어윤종아예형님수고하셨어요한시간날렸어수고요아열심히했는데2대3으로지네아깝게드론비비기로나왔지내가걷다가파일런이나뭐드라주놔줬어야됐는데
나 괜찮아. 아쉬워서. 조금 아쉬워서 그렇지.